大家早安，欢迎收看今天的《忍者无敌大人哥赵鼎明》。那我们今天已经是封关倒数的两天了，那先预祝大家红兔大展。玉兔临门。好，那么因为其实在这一二月的时间的时候，我们受到中视邀请，热情邀请，那我们跟中视有一个合作的方案，就是要帮大家在八点到八点半的时候帮大家做现场的直播。我现在目前的话是早上8:29，好，那我们用现场直播方式帮大家提醒说今天早上的一些观盘的重点，然后呢有一些行情的方向跟一些趋势的部分，好，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跟分享给大家，那甚至像一些强弱势的股票的操作的部分跟一些不定时的好康分享。那因为已经倒数两天了，我相信大家应该今天跟明天都会比较偏观望一点点，所以我想说啊，这两天到底要跟大家分享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跟明天，所以我在上礼拜的时候就跟大家说过了，因为这一次是一个蛮特别的活动，所以我帮大家在这两天的后半段节目，就是下半段节目的话，帮大家做一个很简单的持股见证跟一些个股的一些解析的部分，所以你可以先加我的 LINE，然后呢，跟我打一声招呼之后，输入关键字 CTV， 也就是中视。然后呢，你可以那个询问你一档股票哦。那拜托，不能放太多，因为真的我在礼拜五的时候跟大家做连线的时候，就跟他说哦，那个一档股票，而且我整个周末就是还蛮热情的，很多人跟我们做相关的问题的询问。哦、那后半段部分先帮大家做第一版哦，今天先跟大家讲一部分的一些持股见证。那明天的话也有还有其他的持股见证哦，所以我们跟大家做这两天的特别版的节目的播出，然后我是陈坤仁，好，那你可以叫我大人哥，然后呢，你也可以就是加我的 LINE， 然后跟我们取得更多的资讯。然后呢，我自己的操作的一个心态是我不会去猜底摸头，所以你在我节目里面，你绝对不会看到每天涨停板，每天跟你说啊，我买在最低点的，恭喜会员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自己的一个操作方式是话，我会比较倾向就是叫做是赚。最好赚的一段，那我们把这个波段里面最好赚的一段把它赚下来，那就算是我们卖出获利了结，它要继续涨，我们恭喜它，因为我们后面还有更好的股票，一档会接着一档来去做操作，所以相关讯息的话，也可以让我就是你可以直接扫我们 QR code 在这边来 ，QR code 这边的话，你就可以有获得更多的资讯。那我们赶快看一下，有更多的资讯的话，在 YouTube 频道可以跟大家做分享，还有就是节目的预告，就是在周末就在过年期间，我们会帮大家分享，就是所谓的隔日冲的券商。那上个星期我也跟大家说过了，你看像是每一块啦，甚至像是短线有一档个股叫什么依云股这种，就是 Amazon 的纯。台湾的原厂代理商，他们都是很明显的有隔日冲的券商进场哦。可是他们的股价的话，都是在震荡过后在走高哦。甚至像我常常跟大家提醒到的91PPKY，他也常常被隔日冲洗，被隔日冲今天买明天卖，但他一样是震荡走高。原因就是因为这种隔日冲的券商，他们顶多就是只能影响到短线上面的股价，但是一档个股的大波段的一个行情来说的话，他们不会被干扰。所以这个观念的话，会在我们的就是 YouTube 频道，会在就是新春期间，如果你没有打麻将，如果没有吃吃喝喝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我们 YouTube 频道分享给大家的部分。那赶快看一下今天清晨的美股的四大指数，应该是星期六了哈。那星期六清晨收盘的美股的四大指数跟我们台股的行情的部分的话，还不错。来，这个看一下 K 线的部分。那左上角纳斯达克指数，右上角加权指数，左下角的话是新台币汇率，跟右下角的话是台积电的股价走势。为什么要看这四个指数？原因就是因为你只要看到它，你就知道说哦，原来现在美股跟台股现在目前的一些那个联动的状况，甚至像是资金的流向的方向。比方说，我讲最简单的啊，上礼拜五的台积电收盘收在500块，很明显的就是因为我跟你讲，就是外资正在控盘，黑手国安基金正在控盘，他就把它控在500块。他曾经一度创下了波段新高哦，对，创下了十二月以来的这个波段新高到509元，但是他怎么样就是不给过，但是怎么样他是精准的收在500块。那这是怎么样？就是告诉你说，国安金就跟你讲很清楚啦，他就是要陪你过年啊。那个金管会的禁空令，他也说，他要陪你过年啊。而且呢，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在外资的买超的过程之中，台积电的股东人数竟然变少了。那变少的状况就是表示说啊，散户就是比较逢高反弹卖出啦，或者说就不再去做加码动作了嘛。那这个时间点的话，我会告诉你，这时间点要拉台积电轻松简单，但。就是要不要给过而已了，所以大盘交易指数的话，到了15000点这整数关卡的时候，稍微有点卡卡的。但是你如果问我说要不要过，其实你看台积电，台积电过，台股就过了，因为台积电上涨1块钱就可以影响台股的大概8点多点，所以只要拉个2块，拉个5块，就这样很轻松就可以过万五了。然后你会发现说，其实，在现阶段来说的话，其实前一阵子有一堆人告诉你说美股怎么样，景气怎么样，很糟糕，很悲观。但我就跟你说了。我来这里的节目，我来的目的来的一个重点，不是跟你画梦想，
我是告诉你真正的一个操作的方式，我该告诉你法人的操作的心态是什么。他们在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现阶段的景气糟，确实糟，我没有否认这件事情，但是我会告诉你说，景气糟要看糟到什么样的程度，跟糟到什么样的时间点。比方说，有一些库存有机会会在那个上半年去调整完毕的话，有一些公司跟个股，他们就会领先在第四季甚至像第一季的时候去做一个调整，去做一个发动的动作，甚或是说，即使最糟最糟最糟，库存在下半年去做调整完毕的话，你也会看到在今年的第一季，有一些个股已经不跌了，就像是手机的文茂啦、全新啦，甚至像是 IC 设计啦，这几天都有比较属于转强这样一个现象发生。那原因就是因为股价永远领先景气。听我这句话，当全市场都在听新闻，害怕什么景气有多糟的时候的话，其实有很多的法人已经在逢低的默默去做布局了。可是呢，如果你真的发现说，哦，那景气真的不坏嘞，库存真的调完了，再去做追高的动作，不好意思，那都是有可能是短线上面的高点。所以我在节目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告诉大家说啊，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很多的好的股票，我们可以做核心持股啦、基本配置啦，这样去做过一个好年。好，所以为什么要一二月，我觉得还蛮好的一个月份的啦。所以继续看下去，来纳斯达克指数的话，其实我顺便跟大家补充一下，因为在上个星期五，就是这个星期开始。那我们在整个农历年的封关期间来说的话，其实美股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也就是他们的超级财报季，先从银行开始，然后呢到后面还有科技的类股。所以在上个星期五的话，像是摩根大通啦，像美国银行啦，像花旗啦，有四大银行都公布他们出来的季报，不管是营收获利或是营收，几乎都是优于预期的。当然还是他们有一些做就是预先的提列的准备，所以他们有一些财报是比较中心一点点，但是营收都是亮丽的。那但是呢，他都悲观看待现在目前的美国的经济前景。然后我再说一次，但是呢，怎么这些美股没跌？然后呢，纳斯达克指数没跌，然后费半的话没跌，因为上礼拜五的话，道琼涨了112点，涨幅0.33%。然后纳斯达克指数的话上涨了0.71%。然后呢，标普500指数的话上涨0.4%。然后呢，费半指数的话上涨了0.4%。那如果以整周来看的话，甚至纳斯达克指数涨了4.8%欸，就是这是纳斯达克指数啊，我没有骗你啊，这是有图有真相啊，连续的六根的红 K 棒啊。那之前不是有人说啊破底之后要崩盘吗？啊，可是我就跟你说啊，没有啊，它这边就是一个在打底的过程啊，你不要期待它能够直接往上，我这次画大叉叉没有，但是这边去做一个震荡打底是 OK 的啊。因为现在目前正在去做一个利空的淡化、利空的钝化啊，所以台股的部分的话是跟着台积电走了，所以位阶稍微比纳斯达克指数来得更高一些些。那这就是现在目前的一个我的看法，就是美股只要不要是重挫的状况的话，我们的台股的红包行情、元月份行情、新春行情是可以去就是乐观去做看待的。那另外的话，我也跟大家说过了，我就刚刚跟他讲，那么台积电，到了十二月底，就是去年2022年的十二月底的股东人数是146.7万人，我记得到上礼拜的话是145.5万人，然后到最新的话，又少了10000人，也就是表示说散户的人、散户的股东、散户的投资人正在去做反弹卖出。那台积电讲比较简单一点，先做第一档持股台积电的见证好了啦。不管你买在多少，你买在688，不好意思，你可能要等的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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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知道能不能去做解套，但是以现在目前来说的话，500块，我认为这边500块是一个很重要的关卡。也就是说，500块这边只要守得住，或者是说只要能够黑手外资往上拉的话，那其实这边能够站稳，其实都对台股有一些比较乐观的那个行情的影响。但是你如果问我说值不值得买台积电，不好意思，我还是告诉你说，真的没有资金效益，因为台积电它就是一个控盘的工具，所以控盘的工具来说的话，其实它就会比较偏震荡，就算它的基本面再好，它上半年衰退哦，然后下半年复苏哦。可是呢，你要它能够从这边500到600，我老实说比较难一些些。但这边有一个短线上面的行情的话，是可以期待的部分了哦。来，所以台积电的部分先跟大家说一个相关的说明，因为还是蛮多人问台积电，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台积电了。还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在节目就是中场之前，先跟大家做一个早点名。美股的财报季刚开始起跑了，然后呢，美股主要指数都是震荡收红。那连同今天的话是封关倒数两天，你会发现国安基金真的护盘护得非常非常明显。他前几天哦，你看那个我记得好像礼拜四吧，他某一天的低点就是在14700点啊，14700点，
然后七三，哎，这真的是都是控盘控出来的。然后台积电啊，怎么收在500元整数关卡？这都是控盘控出来的，我只能跟你说，他们真的是在这边去做一个精准控盘的这样的状况。那同理，联电也是同样，很多人问我的一档股票，那真的很多人都喜欢台积电跟联电，我只能说尊重。那因为其实今天的联电要开法说会，待会再跟大家说明一下那个联电的一个看法的部分，就是会帮大家打一下 K 线了哈。那另外的话，上礼拜五看到的，上礼拜。我就还蛮清楚的，就是解封的行情的股票，然后还税的股票的一个部分，比方说像是餐饮啦、观光啦，甚至像是一些医美通路啦这些股票的话，他们都是用轮动的方式，但请你不要去做一个过度的积极的追价操作，因为有好几档公司跟个股都在短线上面，新闻告诉你说它好棒棒的时候。不好意思，它又出现了短线的高点，而且是爆大量的那个长长上影线的现象，那个都是我不乐见的。下半段给大家带几档个股的部分齁。那另外的话呢，你会发现说，有啊，那个欧系的外资，尤其是那个什么，那个古月涵那家投资公司宽量好像吧，他说，截到上礼拜，应该说到那个2022年的第四季底的话，其实台股的15大的外资的股东都持有大概159亿美元的金融股哦，所以他们在第四季是大幅的加码的。那如果以一个大幅加码的观念来说的话，其实我认为这个时间点的金融股在去年一个最糟的，像那个产险也有防疫的保单的问题嘛，然后呢，寿险的话也有投资的债券部位的问题嘛。那可是，在跌那么深之后的话，其实你如果是一个抱3年持股的纯股族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在这现阶段来说，真的算是一个相对的低点的地方。但我不能跟你说这边就是绝对低点，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纯股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你可能还是要有那种所谓的时间抱久的一个这样的观念。好，那下半段节目会有更重要的一个节目跟大家做分享，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好，欢迎回来到《忍者无敌》大人哥早点名的节目现场。那我们刚刚讲到一半的是在这个早点名的这一头影片上面，因为其实最后的倒数2天的交易日，所以我们在等一下后半段的部分跟大家做早点名，就是持股见证的一些相关的活动。但是我不会告诉你说，哪一档个股你就要去买或不要去买，因为那毕竟有相关法规的问题。那你如果股价持股比较高一点点或低一点点的话，你也去自己去参考一下我们等一下跟大家解析的方向。可是我以一个大方向来说的话，我刚刚前面已经有跟大家说过了，包含像是台积电啦，或像是一些金融股啦，现阶段的话，我认为这边都是有投资价值。那但是呢，如果就一个资金的角度来说，或像是资金的配置的角度来说的话，恐怕你可能要拖的比较久一点点时间，所以你自己去参考一下说，你如果是一个就反正就只要是说纯股的人的话，纯这些我觉得无关紧要啦，甚至他们即使再大跌，或像是一个短线上面如果真的有拉回的过程的话，那都是值得你去做一个分批的加码的地方。那但是呢，如果一个就是以操作面来说，就是你如果需要一个波段的绩效啦，或像是一些价差的绩效来说的话，这些股票又去比较不值得你在这边去做操作的动作。好，所以待会会跟大家讲一些持股见证这些观念。那刚刚讲到金融股跟见证的这个内容的话，请你可以加我的 LINE， 然后跟我打一声招呼之后，然后呢你输入关键字 CTV， 也就是中视，然后你就可以输入一档要问的股票，那我们会在今天跟明天帮大家去做回复。我如果可以在节目上面回，我就在节目上面回啊，如果不行的话，我会在我的 LINE 上面跟大家做就是互动的分享的这样的动作齁。因为 LINE 其实是活的，是活人在跟大家做互动的这个节目。来，继续看下去。那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在也有人问联发科哦，因为我跟大家说过了，就是联发科它是带动整个 IC 设计很重要的一档指标。那上礼拜五的联发科是跌了快 3%， 那主要的原因不是联发科自己跌的，而是这个，来看一下，左边是大力光，右边是联发科，大力光跌了 7%， 所以拖累了整个的光学跟就是在手机镜头的，就是手机的部分的话是联发科整个一些相关的供应链。那这两家公司他们不是竞争者，也不是合作者，但是他们的市场上面的话是有一点点重叠的，因为大家都在做手机。那联发科的话是手机晶片，然后呢大力光的话是手机镜头，然后呢大力光他就说啊，一月比12月差，2月比1月差，所以那个看起来全部的品牌的手机厂都很糟，然后结果莫名其妙联发科就跌3%给你看。那因为其实大力光这件事情的话，其实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了，我现在在看大力光是比较像是用利空测试底部来去看大力光，所以你看哦，这边有一个比较大量，对不对？所以这个大量的话，你就想说哦，只要这边不要被跌破，它就很有可能这个利空测试 OK 了。
然后呢就会带来一波所谓的反弹行情。然后呢，但是如果这边被跌破的话，不好意思，就请你稍等一下下，因为它这件事情的话真的可能影响很大。好，所以这个观念的话，其实我们也会跟帮大家去做一个代操作的这个观念。好，所以接下来回来到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就是我们帮大家做一些持股的见证，那我会带一下 K 线给你看齁。那但是我还是要重申一下，就是问我股票的时候，拜托不要问我那种低量的股票。有人问我这个什么6243的迅捷，不好意思，我只能说啊，就真的，你看它这个成交量188张，喊一下可能就要跌停板，或喊一下就要涨停板。这种股票的话，其实它就是突然就一根大量，然后呢，突然就一根大量啊。可是这个大量结束之后的话啊，就只能这边整理啊。所以这种股票的话，或者有人问我2034的允强，一天只有一两百张、三四百张的股票的话，如果这种低价股，对不起，请你自己斟酌，你应该要去做换股的动作，因为这种股票它都是，我这样讲好了，曲终人散呐，讲难听点是这样子，曲终人散，或者是说已经是比较偏向于主力都跑掉了，那只剩下一堆散户在一些散户在那边晃啊晃晃啊晃，这是一个比较麻烦的股票，就是你今天可能看到它今天在27块，明天在29，后几天在29块，然后又回来到27块，这就是比较没有办法去做分析，甚至说它就是一个比较晃啊晃的股票，所以你还是要回归到公司的基本面，然后是找一些比较属于指标股的部分，比方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聊过的是像是台积电，我就说看好台积电的受惠股更多，但现在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还蛮多人问我 IP 的，举例来说。说像创意好了，创意的问题的话是，它的今年的获利已经被市场上面充分反映了。那所谓的充分被反映的意思是说，其实大家都估到说，它今年大概可以成长个差不多接近15%到20%。然后呢，可是到这边为止的话，它已经是把它今年的成长力道都已经反映过的之后的话，就会变成说有一点多空交战。所以多空交战的过程之中的话，那我情愿你用区间操作的方式去做对待它。那就像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了，如果一档个股有一种所谓的错杀超跌的时候，比方说它在去年的10月的时候，因为半导体那次的禁令让它杀破到波段低点，可是杀破到波段低点，市场告诉你说啊，它破底了，好恐怖哦。但是我会告诉你，没有。因为它依然是跟着台积电的成长，所以依然跟着台积电成长的过程中，如果它有所谓的拉回回撤季线，甚至像是半年线的过程之中，反而是你值得留意的逢低的这种布局的这种时间点。但如果往上到那个822块的时候的话，它就会是比较一个明显的压力。所以请你先以这个，比方说在600到800这边去做一个区间来去做看待。那假设它如果能够去突破822的时候的话，就有机会再往上看的那个关卡叫做是1000块。能不能来我不知道，但是请你用一关一关看的方式，600、800、1000块的这个观念我觉得很重要，即使是他站上822我也敢买，因为他有机会去做挑战那个1000块的位置，但是如果他没有去做挑战822或者遇到压力的时候不给过，那就很有可能像这种股票一样，来看一下这个四星 KY 1000块不给过就只能尊重他，但万一如果他哪一天如果能够突破1000块的话，那请你勇敢的勇敢的去做那个我不能直接叫你喊去做追价啦，但是你会看到说其实有一些个股的话，他们就会开始去做法人跟着法人做，好，我应该像这样讲，投信也如果在买的时候的话，请你跟着投信买1000块以上的那个四星 KY 的话，很有机会反而带来一波所谓的攻势，但是没有过1000块，不好意思，那边就会变成是一个压力区的这样一个观念。那继续看下去的话，也蛮多人问我鸿海的啦，那鸿海我记得我也讲过齁。来，鸿海的状况的话，这边100块以下，我就说了，这边会是它的一个投资价值浮现出来的地方。那但是，我这样讲，我不知道它会在100块以下有多久的时间，因为到目前为止的话，苹果也是淡季，然后呢，电动车的话，它也还没有转型，看到真正的营收出来。那这边来说的话，如果你有100块附近的鸿海的话，你这边我觉得就不用去做刻意的去做一个持股的那个就是做一个停损什么那样的一个动作，因为到这边为止的话，其实它很快，搞不好那个哪一天它又回来到100块。但是我要说但是了，如果当它回来到110。你看这边有没有110块的压力区的时候的话，它就很难过，所以它就也很像是那种控盘的工具。台积电也是，金融股也是，那个等一下跟大家讲的联电也是，那鸿海的话更是，就是100到110，甚至115附近的那个压力区的话，它就很明显，就是不太给过的这样子一个观念。那可是每次跌到100块以下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地方。昨天刚好鸿海他们举办线上嘉年华，就是年终尾牙啦。那因为其实刘安永董事长他也说。说了，今年疫情逐渐消散啊，然后
后呢，全球布局会在今年开花结果啊，然后今年会明年会比今年好啊，今年会就是今年也会不错，所以就会变成是说一个过去的最艰困的一年已经过去了，它转型正在朝一个很棒的方向去。那这种个股的话，就是每一次在跌深的时候，你不要恐慌。因为自然而然都会有逢低的法人去做低阶这样的动作，所以我在跟大家讲一个观念的时候，我不是叫你去做追高杀低，而是叫你去做一个就是跟着法人做或者跟着趋势做的这样子一个观念的部分。所以我觉得我的节目里面的一些相关的看法的话，会比较倾向法人看法了，我比较不会跟你在那边人云亦云，然后跟你讲一些那个每天涨停板这样子一个新闻的部分。来继续看下去，我刚刚说我要讲那个联电，那联电你会发现说，其实今天好多档股票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股票，那当然也蛮，因为真的蛮多人问我，所以我还是把那个最多人问的先把它拿出来讲。那其他的部分的话，明天哦，我们会有更多的一些个股跟大家做解析。来，联电的部分看一下，联电哦，你把那个股价缩小一点点，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哎，它怎么最高点在72块？你们来说，对这边，它最高点在72块，为什么它是72块？因为它2022年的 EPS 是7块钱左右，这是市场共识。那这样今天下午他会讲更清楚。那到了72块10倍本益比的时候啊，有人就说啊，太贵了，不想追了。然后半导体可能趋缓了，所以先这边去做一个逢高获利了结一趟。所以它的股价就这样杀下来到腰斩，哦，这真的腰斩。你看它的股价到35块，然后呢，最近又回来到快差不多接近47到45块附近的位置。那今年怎么估？今年你看一下他下午的法说会，我在猜他应该会估差不多接近全市场啦，因为他不会自己讲他的获利，大概有机会可以回到5块钱左右。所以5块钱以10倍本益比来看，联电的话，大概就是差不多接近50块那个压力区。所以现在目前45块到50块，可能还有10% 左右的空间，那这就会是现在目前的一个逢低，或者像是投资价值，或者像是一个比较委屈的这个价位。但如果它真的回来到50块以上的时候，那个50块以上的那个压力可能就会稍微相对沉重一点点，因为去年7块钱，然后高点在72块，那自然而然今年如果50块的话，五块的 EPS 的话，那就很有可能5块钱啊，50块啊。那这就是一个市场上面的一个看法，所以这个观念的话，我们会在明天跟大家做相关的提醒，然后明天会再跟大家讲货柜三雄啦，然后很多股票嘞，真的蛮多人问我股票，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们一样就是加一下我的 LINE， 然后呢，那个的持股见证看一下哈，加 LINE 打招呼，然后输入关键字，然后呢输入一档就好，因为真的太多太多了。那如果能回，我会尽量在节目上面回；不能回的话，我们就直接私 LINE 分享给你。那假设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操作的话，你也用股魔力嘛哈。那股魔力我也跟大家说过了，你可以把你的股票放到即时多里面去，然后呢就可以跟着去做操作。那怎么操作呢？很简单，你就是看到你看这边哦，右边是公版的那个三组，那左边的话是我们的股魔力，股魔力就有很精准的买卖点，比方说像是八方云集我们赚40%啊，然后呢那个一些相关个股的话也都有非常非常精准的买点分享给大家。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也是一样，用 LINE 的方式跟我们私讯的洽询。然后呢，如果股魔力的使用上面的话，其实它真的是对不起，来这里有真的很好用的一个 APP， 你只要把它放到你的 APP 手机里面的话，就可以有掌握到精准的买卖讯来分享给大家咯。请看这个，那就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